怎么回事啊？电话催你那么多次，怎么还不交物业费啊？你就是物业经理啊？是我，怎么了？我手下人说话不好使吧？那我亲自来啊。你到底了不了解业主信息啊？我家物业费还有一个多月才到期，凭什么让我提前交啊？你要是在外面租房子，房东会让你到期了再续吗？也没几个钱，早交晚交都得交。你以为你逃得掉啊？我和你好好说话，还真把自己当个官了是吧？你们之所以可以生存，是我们千千万万业主拿钱出来供养的，绝对不存在我要听你指挥，你一个电话说交，我马上就得交吗？但是我这一套房子需要什么帮助的时候，请问你们又在哪里？我们出物业费请的是工作人员，而不是领导。我上班，你们上班；我休息，你们休息。完了一天18个电话打给我，你们谁是晚期啊？等不到下个月了。哎，你这人怎么骂人了？这是规定。今天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，这钱你也得给我交了。谁给你的规定啊？拿人钱财替人消灾，你们拿了钱是不是得办事？现在小区环境差，维护差，治安差，你最基本的清理垃圾你们都不及时。你说的这些我们以后会慢慢处理，但是你现在得把钱先交上。哪个以后啊？等你们倒闭吗？你这么会甩锅，怎么不去干厨师当什么物业经理啊？我告诉你，我刚刚说的那些事情没处理好的话，一分钱都没有。